为 debugger 一种的进程，然后进行调试。那现在有方法，就下面的方法就是静态的分析的话，就是我们可能需要把 Windows Dump Select Core 是一个1.2，我们要苹果的这个 WinDebugger 能够识别的这个 Windows， 就 Windows Memory 各种 Memory Dump 的格式，这功能我们也得就是已经开发完成，但是等到这个一些 bug fix 以后肯定 open 出来，大家可以就是看一下。近地呢是一个 user space 的工具，它就是所有的 user space 的工具，就是说都可以用来调试啊，所以呢就这个不再多讲。它是开始起来的 TDB 也是方便，这个 VKP 呢介绍了它的做一个简单的这个维护的话，就是近其实看到了很多各方各面的，就是这个 debugging 的它每个 component 都有对应的这个 debugging 的方法，而且那个都是付费的。然后它也在实现方法尽量的重用这个 Linux 下的这个实现，但是有一点呢，可能 documentation 做的不是很好，希望这篇文档对这个有所帮助。下面是一些 resource， 这些 resource 都是就是关于相关的，就是说还可以去就具体的，再就是 overview， 大家可以具体的这些 link 呢去了解这个 debugging 的情况。有些问题。关于你那个 GDBSX 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我如果想调一个 WU， 在它启动之前就调，很早很早就 early boot 来调的话，我有什么方法呢？如果你要很快的做一个 detach 的操作，如果你不能达到足够快，你有什么方法来调这个东西？其实你刚才说的有非常 early 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这个 domain， 首先你要启动它的话呢，你可以把 domain 就定义。启动的时候是 pause， 这时候就实际上这个功能还没执行呢，这时候 GDB SF 就可以把 attach 了，明白这意思吗？就是功能执行的时候它就不处于 pause 状态，就是说没有执行任何功能还没有 start 就开始往下执行的时候就处于 pause 状态。那个 pause 是在什么地方？你能这个能够成功吗？你有没有什么试过？这个我没试过，就是这个东西其实跟那个 debugging 没有关系，就是你启动一个 domain 的时候呢，你可以把它处于 pause 状态，这时候呢就是它实际上这个 domain 已经准备好了，但是并没有往前执行，它的 listview 并没有执行，这时候你就已经可以把它 attach 上了，对，这时候就可以进行调试。没，就是这个有些挺纠结，像就是在这个一个 domain 启动的时候是有这样选项的，就是 start 就是 pause 状态，对，就是这时候它其实没有执行，没有运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拿 GDB 在调的时候，因为它是调应用程序的嘛，像一些 CR3 或者 CR4 我都没法看到的，这个你有什么办法能够那个吗？这个就是说，因为我调 WU 的时候，我肯定想看它的可能执行器。刚才你看的有些这个，就有没有 map 和这个对这个，就是说 get 它里边内存的这个什么，它的这个模式的，你对 register 的一些大模应该能看到基本所有的信息。它是对 gas 的内存印象，它可以它这个打印。我是说一些就是 CR3、CR4 这些，因为GDB 它只是把这个计算机显示出来，因为这跟你 GDB SX 没关系的，其实就是 GDB 它本身，如果这种的话有没有什么？因为 GDB 的它这个限制导致 GDB SX 没办法做这个事情，就是这方面的建议。就是这一方面，就是首先呢，就是这个工具是我们那边。就是你刚才说这些，对这个 GDB 对这些我也不是非常了解，你可以先让我讨论一下这个，说这个可以先。OK， let's